你老公在我手上，你打错了吧？别废话，你老公被我绑架了，不要报警。然后呢？给钱数人呢？你那边多少人？我怎么数啊？是不是傻？给钱救人？多少钱呢？50万。我老公才值50万，八十万，一分不能再少了。行，80就80。那行，那你打到我卡上来吧。62248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给你钱呢，你给我80，你救人。你才傻呢，我老公都给你了，你还朝我要钱？你谁呀？你在我家干嘛呢？找点钱，你在我家找钱，我们俩一起找。咋？我们俩一起找。哎呦我的妈！哥，你那边找着了吗？哎呀，这家人也太穷了，啥也没找到，算了，不。哎，大哥，再找找呗。哎呦我的妈！晚安，老公。啊？有人。800块钱，拿去。你哪来的钱？哎呀，你就别管了，你拿去花就行了。你老实告诉我，这钱到底哪来的？我今天不是拉肚子吗？啊！我刚刚下楼买药，碰到一个大哥，边骑电动车边打电话，路也不看，直接就向我冲过来。我于是我连忙我就闪开，结果还是被他给擦了一下。啊！那你人没事吧？我人没事，主要是他碰到我的那一下，嗯，我放松了。啊！你拉出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那大哥一看，呀，屎都放出来了，咋又弄不了800块钱？然后他就跑了。行吧，你快去洗吧，我给你拿裤子。哎呀！爸爸，我是谁生的？你是你妈生的呗。那我哥呢？你哥也是你妈生的。都是我妈生的，让你生的。你别笑。哎呀，你说你洗澡就洗澡，我给你打视频，你接啥呀？我洗澡的时候一看是你打的视频，你又不是外人，我就接了呗。那谁知道你和你兄弟在一块儿呢？这下子啥都看见。哎呦我的妈！今晚上睡觉谁也别碰谁，谁碰谁孙子。你说的？我说的。哎呦你！别笑。你，嗯。哎呀！
我要上厕所。你不是昨天不给我洗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给你100块钱，让你去买菜。菜没买回来，钱也没了，钱没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啊！我今天去买菜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头，那老头非拉着我的手说要说给我看一下面相。老婆，你都是知道的，我不信这个。没想到那老头竟然说不准不要钱，我心想呀，不管等会儿你说啥我都说不准，这样就不用给钱了。那钱呢？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没想到那老头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，你老婆长得一定很漂亮。我心想呀，呀，这也算得太准了，我不能干这昧着良心的事儿呀，这钱一定能给。那你就把钱给他啦。给了。他真是这样说的？真是这样说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起来吧。哎，老婆，你不怪我了吧？不怪你，不怪你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回来了啊？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我去娘家住两天怎么了？以后你去娘家住可以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一要么把我带上，二把我生活用品给我准备好。我去娘家这两天你不刚好可以出去喝酒找小姐姐吗？我还出去喝酒找小姐姐？我连门都出不去，你把我的衣服裤子给我藏哪里了？我连裤衩都找不到。裤子给你带回来了。你给我带走了，你把衣服裤子给我带走了。你知道我这两天怎么过的吗？后面那个是我老公，以前读书的时候他总是欺负我，长大后我为了报复他，我就嫁给了他，还给他生了两个儿子。你看，你看什么看？信不信我再给你生个儿子，累死你个王八蛋！造孽呀，造孽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！喂，妈，你在干啥子呢？我在做饭呢。我儿子呢？哦，他呀，他还在睡懒觉呢。你真是太难了，我不晓得帮你一下。一直都做不来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对了妈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你爸想买辆三轮车，也不晓得买啥子，你给他推荐好呢。你要不买淮海吧？好，要得。哎，行，哎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锅里油热了，挂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！你谁呀？你在我家干嘛呢？找点钱。找点钱？你在我家找钱？我们俩一起找。我们俩一起找。这个你那边找着了吗？哎呀，这家人也太穷了，啥也没找到，算了，不找了。别呀，快找找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怀孕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明天还可以发货。他应该上来。以后再也看美女，我的脸就是给你充的。不就穿个黑丝吊带裙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在家啥也不穿，也没见你多看我一眼。我警告你，以后再看。啊！